左侧眼睛的下内这个眼眶痛下内眼眶痛这个时候我看到一个飞碟从黄海上过来的，是往下压的感觉是高空中往下压的感觉高空中往下压的感觉就像那个一个东西压在眼眶往下压的感觉往下压的感觉，而且亮度特别亮而且亮度特别亮亮度特别亮亮度特别亮而且亮度特别亮亮度特别亮亮度特别亮让人家感觉到这个世界的变化让人们感觉到这个世界的变化天上的地下的有不同的东西存在有一些异样的东西存在，要告诉人们这个人们意识到了这个有存在物有我们平时意识不到存在物的存在，那么才好进一步探讨这个世界是表达这个好再见再见